喂。喂，姑奶奶啊，拜托你把我哥的结婚钻戒还给我好不好？不然我会死得很难看。柯伟成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这颗钻戒是我们的定情之物，我怎么可能还给你呢？我明明是被你逼的，你想死是不是啊？你说什么？哦，不是，我不是在说你啦，我是说拜托你把我哥的结婚钻戒还给我好不好？再来我一脚踹下去哦。柯伟成，干嘛？干嘛？死畜生，这白目就完蛋了。你看谁死定啊？喂。喂，挂我电话，没礼貌哎！你畜生！快来吃饭了，还跑？很好玩吗？这是食物哎，畜生！好嗨哦，这就是你的新工作吗？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！大小姐，我才刚捡到你，你就出现了。钻戒呢？当然是想钻戒还是想我？我当然想钻戒啊！我想要钻戒就会想到你。我现在会变成这样，全部都是因为你。你开心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怎么样？又来了啊！这次是要朝天凳还是一字马？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在怕的哦。之前是因为我没有抬出一些八股了，讲出来吓死你们了。全台湾所有的黑道大哥都是我的骂姐。是哦，丁杠的安良，下杠的欧巴，超汉的，东部的恢复啊，海山的白熊，有听过，一个比一个大伟，还有更大伟的，纵贯线阿尼姆，潘多，犁田老大，终极杀人王，身上有七个弹孔。哎呦，你俩汤啊来！我之前去他家洗温泉的时候，他还数给我看过，就是前三后四。那你什么时候去过我家？啊？我没有听我爸说过哎。你爸是谁啊？我在跟你讲犁田多爱你。犁田，我爸啊。这个是我的身份证。上面傅青兰是不是犁田？还有地址是不是你上次去数前三后四的地方？就我家嘛。我记得我爸说过，浊水溪以北他说了算，浊水溪以南他说不算就不算，中央山脉东西两边没人敢跟他算，没错吧？我们说的应该是同一个人哦。大小姐，我错了。哇，你也变太快了吧！刚刚不是还唱很大声？大声的是乌龟，畜生不要吵！亲爱的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忍心看我在这种水深火热当中工作吗？把钻戒还给我，让我脱离苦海，好不好？这样啊。不然，一个月之内不得违抗我的命令，怎么样啊？一个月，你会不会太狠了？要拉倒了，拜。好，大小姐有话好说嘛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啦，一个月就一个月啦。我后悔。后悔的是死鱼烂虾塑胶袋，没骗我，骗你是臭虫蝎子四脚蛇。不过大家都已经是自己人了，我们的信赖度先拉高一点点，你先把钻戒还给我，未来的一个月随便你怎么样都好。 OK OK， 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小奴隶。喏，就你了，狐狸。
可爱的表情啊，小奴隶。那现在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把钻戒捡回来。爸，我钻戒啊，钻戒啊，我钻戒。钻戒，好晕哦！看好他，别让他感冒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家里是伟成的女朋友。你是伟成的女朋友？柯妈妈，柯奶奶好。我刚刚去过伟成的公司，他说他工作忙，要我回来帮柯妈妈的忙，比方说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倒垃圾，或者是照顾柯奶奶，我都很乐意做哦。柯妈，这给我。停！我来就好，你坐。你是不是有没有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家伟成是不是闯祸了？柯妈妈，你不要紧张，伟成对我很好。那你的意思到底是？李然小姐，我们的意思是啊，这个柯伟成，我这个儿子啊，他跟你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伟成他既然能够直接的请你来我们家来帮忙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反常，所以我们认为，伟成是不是把你肚子搞大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们家教很严的，没结婚之前不能乱来的。哦，好的，坐，来，坐。奶奶。听你们这样讲，伟成是不是很花很乱，常搞大人家的肚子？哦，没有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还好我没爱仇人。伟成平常他这么花，怎么可能被婚姻给束缚呢？还跟这个女孩子求婚？是啊，而且这个小女生。又温柔又乖巧，太离谱了吧！伟翔的钻戒，哎，想想那戒指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刚刚就是怕你们太吃惊，所以一直不敢说。其实伟成就是用这颗钻戒向我求婚的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哥哥嫂嫂的婚戒。所以不敢收，赶紧拿回来还，请你们收回去。这个，还有就是，我把钻戒还给你的事，请不要告诉伟成，也别告诉他我有来过。我很心疼伟成，我也很害怕他被骂。哎呦，好，没事了啊。哎，我们什么都不会说的啊。丽儿啊，既然这个戒指是我儿子伟成给你求婚用的结婚戒指，我们柯家是不会收回来的。是啊，对啊，丽儿，这钻戒啊，你收着，不要觉得委屈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谢谢奶奶，谢谢柯爸，谢谢柯妈，好乖哟。